阿姨，你怎么张嘴就骂人呢？谁是垃圾啊？我问你扔的是什么垃圾？吃的垃圾啊。你看这里啊，有干垃圾、湿垃圾、可回收垃圾跟有害垃圾，你扔的是什么垃圾啊？就是垃圾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你看看，看看清楚啊，要一件一件分清楚了才能扔，不能通通扔到一个桶里，知道吧？那我吃的东西算什么垃圾啊？湿垃圾。 要装东西的盒子呢？那是干垃圾。那不好意思啊，下次改正，你说这也不能让我再捞出来是吧？啊，行行行，走吧，那只有我来捞了，下次注意啊。哎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您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谢谢您啊。垃圾分类这么久了，自己是什么垃圾都不知道。阿姨，您别生气。 有的人啊，他就是不自觉。哎。